年暑假，我们香港弦乐团会到内地很多不同的城市做巡演。我哋会参与第十一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大型文化交流活动，到时候会有36个唔同国家同地区嘅青年好手同台献技，我哋香港弦乐团都会参与其中，将我哋香港嘅音乐带到俾中国嘅观众。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，香港董事慈善基金会赞助嘅《敢创未来：香港青年弦乐巡演》，八月喺多个中国城市响起香港年轻音乐家嘅乐声。八月见。